好，陈志忠投书说宁愿自己生在平常家庭啊。今天上午呢，现身在民进党高雄市党部的时候呢，他也说了，那其实只是一个希望，以咱也不可能的啦。一直有一些媒体在炒作那个，就是我们家的婆媳关系啊。那其实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没有意义的炒作啦，因为就是说，其实每一个家庭他都会有这个婆媳之间相处的问题嘛。对，那其实都需要一点时间来磨合啊。那我是觉得，我们家里其实并没有什么婆媳关系不和、但是就是说我的妈妈以及我的太太，他们其实就是说彼此都适应得很好啊。瑞静其实她就是说她的个性是很坚强啊，所以她可能外表她都就保持微笑，就好像看起来很平静，但其实我是知道说她内心的压力可能是就也是很大。